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引水人，就是领港员，就是引渡船进入到这个港口的专业人员。虽然薪水高，风险嘛不止啊高。像这个高雄港，进前因为风台的外围环流，海上无好，但是引水人也是出勤来引航，结果因为风应伤高，和这个交通艇来压断着脚腿，人昏迷。阿公当时这个海应已经达到防港的标准，但是引水人也是爱冒险来出勤。航港局讲，针对这种的情形，会邀集到相关的单位开会来检讨。海面上的风影正大，货轮准备入港，临港人冒险登船作业。薪水正高，背后工作风险也正高。现在听说高雄有临港人上礼拜出任务，发生到脚断去的意外。事情发生在七号下晡，西洋的临港人出海，将外国船只放入港。在咧登船的过程，因为海浪太大，伊倒边的脚倒去好在伊的交通船压到东去，粉碎性的骨折，全唔知人。其他领港人登上货船救援，当天暗时七点，货船才来靠岸，剩两个领港人紧急送上病院。目前已经手术完成，那因为静待休养了，早日能够康复回来我们的这个工作岗位。其实第九月七号当天，有领港人因为海浪太过大，登船了后船掉在船顶。有连江人认为，上礼拜某个风台虽然无经过台湾，但过高雄港的外海，真侪位所在拢有超过三公尺高的海浪。依照现行的管制基准，应该暂停出入港。但过航港局无确定管制时间，予连江人在不安全的环境之下执行放港的作业。气象的东西总是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，可能我们这边看观看是 OK 的，可是，在你在。在坐小艇到外海，可能突然那个浪就会增加。航港局表示讲，渐渐成立强化引水安全管理专案，卖邀请相关的单位开会检讨。办事处表示，头一遍碰到安尼状况，未来这个西洋的领港人敢会搁倒来做，都要看后续的状况，才可来讨论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